我们来到整个秦始皇帝陵，现在下午时间2:30，飘着细雨的西安更是的凉爽跟凄美哦。难怪呢，秦始皇是整个秦汉非常有特色的一个，在历史上当然有褒有贬，就看整个先人怎么去判断的部分。我们又花了团队又花了一个人15块电瓶车的费用，让客人可以不用走这段路，不然一直在走里面就走得会很累很辛苦了啊、哦。出来的话就到那边，再从那边又绕出去了啊、哦。这是秦始皇帝陵的部分，现在飘着小雨啊。哇、哦，还有多远？走进去就知道了。来，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快1分钟了。秦始皇帝陵，演艺广场，有用走的。那现在走的是电瓶车的专属的道路的部分。现在外面温度应该在22到23度上下，如果晚一点的话，可能就下雨。不过很凉爽，不错不错。好了，这边先稍微告一段落了，拜拜。幸福思路主编 Steven 为您现场，今天是9月20号。